们也请媒体的朋友拍一张照。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右边的朋友，中间就两只手了，所以接下来就是挥左手了。左边，谢谢。待会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可以拍照，谢谢所有媒体的朋友。到这已经是事隔四年再来到台湾了，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说的呢？大家好，我是宋仲基。中文真好呢。谢谢。오랜만에4년만에온것같은데요정말오랜만에왔는데이렇게또반갑게맞아주시고또이렇게기분좋게공항에서도또맞아주셔가지고너무감사드립니다짠데시신아네네就是自从我去当兵然后这样经过了大概四年的时间吧那暌违四年来到台湾那这次来到台湾呢不管是从机场出从机场也到酒店也到饭店也好就是大家很热情的欢迎我所以我真的心情是非常的开心的因为其实你要来之前啊台湾的媒体台湾的粉丝真的期待了很久然后他们一直很想知道你在不同的粉丝见面会都送了这么多礼物这么多 special 给大家台湾的粉丝见面会有什么大礼要送给大家呢你말씀드려도되나요제가不过我可以先讲出来吗한국에서지금나의소녀시대라는영화가굉장히인기가많거든요因为现在在韩国呢我们台湾的电影我的少女时代呢是人气非常的旺的그래서저도집에서도보고비행기에서도보고두번이나봤는데내일그래서좀그제가좋아하는그영화에뭔가특별한코너를준비하긴했어요그제가또좋아하는작은행운이라는노래도한번준비를해봤는데네어떻게될지모르겠습니다那这部电影呢我在韩国在家里有收看有看过然后也有在飞机上再看一共看了两遍那我想说 我很喜欢这一部电影所以我想在明天的见面会呢就是准备了一个就跟我的少女时代里面的内容有关的一个小单元然后也特别准备了小心意这首歌唱给大家听虽然唱得不好可是他是用心的准备了哇这个真的是很大的礼物因为是别的粉丝见面会场面都没有看过也没有听过的会走音吗对不要翻掉翻제가노래를잘못부르는데아마일단열심히준비해봤는데아마그래도왕대륙씨보다는멋있진않을것같아요其实歌唱的不是很好虽然我真的很认真的做了准备也练习了不过我怎么样也没办法唱得上王大陆那么好呢我来到台北我来到台北明天我的粉丝开开心心的玩吧谢谢宋仲基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